还没到开车的时间吧？车站的月台都没有避雨的地方吗？是不是？你踩到水里了，赶快！竟然积水，真的没有躲雨的地方呀。那是一个超级，这可能是一个号志站或招呼站吧。往前走，还有这一排，它这站太小了吧，雨那么大。有啦，前面有遮雨的地方。爸爸，搬到哪一个？如果现在来这边的话，你们要小心，刚刚那里太积水。这鞋子超防水的。我踩到水还不会怎样，但是因为太脏，它一踩下去，所以你现在里面全湿了。你现在也全湿了、哦？里面有点湿。是哦，那等一下要不要换一下？
遮雨棚了，对不对？后面几节啊，下车的时候就没有遮雨棚。所以这一班是加班车吗？
快车吗？那我们等一下来看有没有。好。亮亮，你说的没错哎，果然有快车通过，对吧，亮亮？那你开心吗？喜欢普悠玛啊？这一台真的很拍得好吗？不知道呢。你要看普悠玛。好晃。你都怎么拍我的屁股？你拍的都是我的屁股，怎么回事？我还真的有两班快车哎！我今天很少看那一班普悠玛跑的，结果。叮叮，小叮叮，刚刚要看到普罗马，哇，所以呢，你很开心吗？还一般是前后，那边通勤列表。酷吗？今天的影片，大家知道有趣的话，请你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不然就要订阅，记得要订阅，拜拜 ，See you。